哦，那个地上那一地的血，什么就流过来，轻轻的掰开看一下。哎呦呦呦，痛痛痛！指甲就直接撞到了风扇上，然后把指甲给整受伤了。我给他上了药，委屈，哎呦，委屈委屈，好了好了，粘在一起了。福哥，赶紧来关心一下，我的天！福哥，我们要去医院喽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去医院看一下九，上周六的时候受伤的。他这个脚趾甲地方有点肿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去医院一趟。不要怕，福福哥宝宝，我们让医生先看一看。但是指甲没有，有流血，主要是他胆子特别小，所以我想着如果他能自己好就最好嘛。那有点严重，看着就疼。没事，你脚扭坏了，不用拔掉吧？暂时可以先不用。当然，如果是新的时候指甲掉了，就可以去掉了，掉了等它自己慢慢后面长就行。我们待会儿带到楼上去给他亲，他好。妈妈保护，妈妈保护。倒没出血了，主要就是浓臭，是肿的哈。对。指甲掉了是吗？对，你要不还是拔了是吧？转个头。转，你们我转。你不要看啊！这么残忍吗？掉了。好乖，就是因为太怂了，他不敢反抗。甲床还在，就只是整个脚趾甲飞了。哎呦，掐着就没长，还是能长。长要长多久啊？两三个月。你没事，你不看他就没长。你看医生很温柔的。上药了，很快的，两分钟。可以啦，好啦，开始去了。出门一趟掉了个指甲。你在家先乖乖的，弄点碎纸回来，我们给你弄个猫砂盆啊。装点儿，给福福哥当猫砂。你要体验一下，这就不是你用的，这是福福哥专用的。这几天就先在这个房间里待着。乖乖，走，想进去。你玩一会儿吧，妈妈看着你。把猫砂盆的门关上，这样其他猫也上不了厕所了，就只能为了福福哥委屈一下，去找芬儿哥了。哎。猪，打你屁股！你干嘛凶人家福福哥？哄！你身上有医院的味道不？所以猪猪有点紧张。这猪讨厌的很，猪，你怎么那么讨厌？其实我只要把这个门开一个缝，头钻不过去，其他猫头能钻过去就行。我们量一下福福哥的圈有多大，20，把它开到15左右，15。哎呀，真是个天才，这样就不会用把你关起来了，福福。这个缝，其他猫都可以过来，还排队进来呀。福福哥，过不来。福福，这个台灯，基本上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可以摘圈圈了。嘿，头卡住。哎呀，终于挠痒痒了。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1键3连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福福。